咱拢知影吼，骊山老庙身躯边呢有十二文人呐，啊，佮有这十八道姑。那骊山母娘呢吼，这十八道姑钦奉旨意，下凡玉帝啦，讲大道勤修，造庙修院。吼啊，伊呢有来讲这个吼啊，灵犀啦吼，诗文讲乌云四布大地热。日海茫茫起浪波，好歌勿怨心惨志，愧对上天数积多。世道扰离多险恶，炎凉世态人情薄。几时人心暗作为，心安理得倚浪波。四维八德全忘却，衣冠禽兽满家锁。自尊发心道德做，勤为众人正大路。离别桃红花正当，春去夏来秋又冬。讲人生体态困扰弄，日精名利成富翁。有富有贫不相同，按理循环四行中。车易路油富豪主，强担家业。别盲冲，坐卧相思心一休，不教之眼识风度。乾坤喜大无明白，疏散人间一丈夫。观了世事万颓风，金山垂下正灵堂。这嘛就是咱十八道姑替母娘传这圣文呐、啊，就是咧讲金山已经落来伫这个世间。金山推下，吼、哦，正者灵动，天下道理书当记，有缘修道达成功。人生旅途是宝贵，百年浑如泡影幻。所以呢，吼、哦，伊就安尼讲，讲人呢爱学啦，真理、真道就是妙理，吼、哦，真道妙理无含学，唯在体悟定神向呢，地者人称三大德。中下行道替天心，思无邪念心恭敬，披青戴月度微尘，心神不杂上清净，扫除邪念念元神。讲无上妙用树英传，智慧恭敬树圣身，得道真心不疑风，几时归去愿相从。几时归去愿相从，神仙本是凡人做，必是蓬莱第一种。开来立阔将头修，得到清平有机人啊！讲生在儒家无太平，为人世上正名利，乐欲书乐天上顶生啊！讲人不坑利不低身，得意不欲望升天。天之理理，地之气，圣人体之事事宜。十八道姑呢，吼，为咱吼咱骊山老母的这个徒弟，哦，伊会当呢，吼啊，在这个诗文当中替母娘发言，甲咱母娘吼啊的教化者，吼先甲咱做一个吼啊，咱讲前面然后先铺一个路。是安那讲黄牛乌色到花絮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到李东斌啦，吼、哦，李东斌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妈一望心顶万灵犀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咱有伫讲到这个骊山母娘呢，吼、哦，阿伫讲这个阴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骊山老庙为了拯救乱世，每逢应劫，伊就下降人间来，吼、哦，转道运。所以骊山母娘来讲，大显威灵，昭显立书啦吼，修门道传身法，吼、哦、有坤道十八个，乾元柱十二道啦吼、哦。所以呢吼、哦，咱要伫即个了解即个太上三清六劫、先天功德，嘛是着爱吼啊认真啦吼、哦，去看即、这个哦母娘的即个圣殿啦吼、哦，看母娘的圣殿。骊山母娘吼，伊、哦、有甲咱。有甲咱教化吼，最主要是伫这个丹经内底、阴符经内底吼。这梅香呢，较早嘛捌讲过骊山母娘吼，伫讲到这个阴符经，伫度这个啥度理转。所以
阴符经内底有300言，100言演道啦，100言演法，100言演术，吼、哦、演这个术，吼、哦，所以呢吼、哦，咱讲这个李传呢吼，伫个真早真早，都已经呢吼、哦、去摕到一本阴符经，别人安怎解说，伊也听无，伊安怎悟嘛听无，吼、哦，因机吼伫个足久的时间呢，再去拄着雷山宝林。雷山宝林在甲攻破，啊，攻破的这个吼，啊，咱李传要知影，啊，就是这个音符内底面的内容，然后，那梅香是要鼓励咱，吼，有在学习或者徒弟灵已经开啊，那么呢吼，咱就照中着雷山老庙这12句的金言法语，最主要就是要让咱这灵啊囝会当精神修持啊吼。这个灵仔囡仔能精神修持，修这12句的法句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宝莲的金言法句啊，最主要是要提醒咱平常时修行遵守这个内底原则，安尼你就袂走偏了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伫你的吼啊，这个修学都一个准则了，吼、哦，都一个标杆。那咱要甲念这12句呢，吼、哦。就是先念3句吼，雷山老庙显灵妙缘大主尊呐吼，三请嘛吼，三请吼3句吼，雷山老庙显灵妙缘大主尊，好安尼3句了后呢吼，啊咱再来念雷山大梵老庙尊，愿我扎断定未业，雷山大圣老庙尊，愿我速具清净心。雷山大道老庙尊，愿我早发精修智。雷山大行老庙尊，愿我速增坚固力。雷山大光老庙尊，愿我早破烦恼障。雷山大法老庙尊，愿我速行薄恶魔。雷山大智老庙尊，愿我早通显妙觉。雷山大慧老庙尊，愿我速证光明种。雷山大慈老庙尊，愿我早行诸方便。雷山大悲老庙尊，愿我速满功德林。雷山大力老庙尊，愿我早见因法堂。雷山大愿老庙尊，愿我速成无上道。安尼，这12句呢吼。某年的这个吼啊，金言法语，吼最主要是要，予咱呢吼，伫这个参学的当中，吼咱有去了解啊，了解这12句伊的用途啦吼。先来讲，爱叫咱扎断定迷，吼扎断这个定迷，咱唔只有都入正道啊，吼。那咱大乘老庙尊也甲咱讲，叫咱爱速具清净心，心若无清净，咱就歹修行啦吼。那大道老庙尊呢？伊叫咱讲早发精修的志气，哦，早发精修志，吼、哦，安尼呢，咱唔才有法度呢，吼、哦，伫精进力内底，啊、哦，你若早发，吼、哦，这个精修志，啊，自然咱都袂修干呢，吼、哦，安尼颠颠倒倒啦，吼、哦。那大行，吼、哦，大行老庙尊呢，伊是甲咱讲爱坚固，人呢坚固力足重要的。吼、哦，速增坚固力，这个坚固力足重要。咱人也无坚固力，吼、哦，咱人也无耐心啦，吼、哦。这个坚固力啊，就是敢那秘书呢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去徛一支条啊，同款。你条啊，那个徛有灾啦，都唔惊树尾做风台。啊，咱这个坚固力真重要啦，吼、哦。大光老庙尊呢，伊是甲咱教咱爱扎破烦恼障，啊，大烦老庙尊。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咧速行薄恶魔，啊，大智老庙尊呢，吼、哦，伊是咧甲恁讲早通显妙觉，吼、哦，大慧老庙尊呢，叫咱速证光明种，大慈老庙尊，吼、哦，叫咱爱早行诸方便，然后早行诸方便，吼、哦，啊，大悲老庙尊呢，吼、哦，速满功德那，吼、哦，叫咱爱速满功德那，吼、哦，啊。大力老庙尊呢，吼、哦，叫咱吼，啊，教咱爱扎根演发动啦吼，演发动就是咧讲，咱若有到遐，
这支幡啊，吼，会当做足侪好事。吼，咱顶悬的吼，咱的新幡，新幡就是啥？吼，咱有时心性啦，要出巡啦，一定有一支幡。吼，啊，甲咱这个动幡的幡，吼，发幡就是咧讲要做发科发事，创啥拢爱有一支幡。这支幡呢，吼，会使讲是吼，心力非常啦，威力嘛非常的大。哦，要吊请，还是讲升价？哦，要落环，哦，啊，咱的母牛呐，要落环，又一支这足大支的环。咱呐，如果讲今日咱有咧做啥物款的法科，哦，要迎请，或者所有的师尊呐，吼，啊，众生一定要有环。哦，所以讲扎根因法动，哦，这个法动呢，哦，就是要予咱平常时，吼，咱有咧学法的人，你像老表本来就教法。一道有法，吼啊！有这个法力，然后你必须都爱有这个，吼、哦，咱讲法动，吼、哦，这个法动呢，吼、哦，咱若有的画符啦，吼、哦，还是讲有的做咒啦，吼、哦，还是咧做科啦，还是咧做超度啦，吼、哦，绝对一定有这三支，吼、哦，这三支法动一定有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大愿老表尊呢，是愿咱。赶紧塑形这个无上道，然后赶紧塑形这个无上道。所以讲，雷山老庙十二句金言法句吼，安尼，咱都已经足清楚。啊，咱要按背啦吼，要念要靠上吼。那背对咱的智慧有加分啦吼。咱若甲背会晓，平常时啊，就伫咱心内底吼，从母娘的这个吼。啊，法句金言呢，十二句哦，拢甲记在咱的内心，记在咱这个不识的内底。哦，咱平常时啊，吼，会使讲啊，念经念咒哦，都可以用啊，我们可以安定我们的身心灵，然后有好处，然后有好处，就是母牛呢，吼，啊，要甲咱加持的，啊，要让咱的愿力更加坚定的。咱若讲有咧修行的人，吼，平常时。你在走路啦、散步啦、爬山啦，吼，啊，是讲吼，拄好闲的时间，头壳拄好空下来，你就会使甲雷山老庙呢，吼，伊所讲的这十二句的金言法语，吼，啊，就是要仰赖着咱雷山老庙，吼，来甲咱加持普照，啊，互咱呢，吼，愈精进，然后愈精进，咱有咧坚固力，嘛有精进力。吼、哦，要升这个无上道，绝对一定有一条金线甲恁引带啦吼。那这条金线甲恁引带，咱就要好好啊做。咱才有法度呢吼，自我砥砺加油啦吼。